来看到农历十月初一是屏东县东龙宫温王爷的生日，为此呢，庙方是特别准备了10000份的寿面，要给乡亲来吃平安。不过带你来看到这现场，却因为人数实在是太多了，发生了小推挤。不过呢，大家都不以为意哦，表示说即使是排到死也要吃到面。隔着人墙，手还要拼命往前伸，乡亲推挤不顾安全，为的就是这刚炒出来的寿面。前方抢寿面，后方厨房还在赶工。看看这面，虾子、肉丝、香菇通通有，炒出来的一大锅，需要3个壮丁才搬得起。屏东东龙宫温王爷过寿，庙方特别准备了10000份寿面，要让民众吃得过瘾。讲话你，一百多股啊，拿到的。我你讲我嘛爱排，一百多股啊，我排得出来，两点外点呢啊。分享下平安哦，大家拢足欢喜的对，所以你也看到目前公牛进前呢，咱的民众啊足有礼貌，啊足有顺序的排队，唔是咧等。就算满桌都是炒面，人龙还是绵延了好几百公尺，料好又可讨个平安，深受当地人欢迎。难得盛况连外国人都驻足观看，体验着不同地方的民情。中央新闻张春华，屏东报道。